这是中美竞争系列的第三讲，也是最后一讲。这一讲我讲的题目是中美竞争的解扣之法。中美竞争是复杂的、重大的、长期的，也是越来越表面化的一个态势。这个竞争不仅对中国重要，对美国也重要，对亚洲也重要，对世界和平和格局调整也非常重要。首先，竞争的受益者，现在来看，并不是中美双方，甚至也不是日本。不是台湾，不是香港，不是新加坡。中美竞争的受益人，有可能是我们东南方向的邻国印度。其次，我们透过表面看里面，表面看，中美竞争是美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。表面看，解开中美竞争死扣的主导人应该是美国。其实，仔细想一想，中美竞争解扣之法，说不定就在中国这一边，而且应该在中国这一边。这里呀，我认为有两个发展前景。前景之一，中国实力受到明显的削弱，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，中美竞争就解套了。前景之二，中国的实力大幅度的攀升，已经接近美国，或者超过美国。美国打压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。继续下去，美国打压中国的结果，只能是使美国的利益受损。这时，中美的竞争也就解套了。在这两个前景之中，当然美国希望第一个发生，中国希望第二个发生。关键还是在中国的自身发展和进步。所以啊，在中美竞争这三期节目里，我的一贯的主张，我们一定要聚焦中国的国内。虽然美国对中国的施压造成了我们很多的困扰，让我们非常的不舒服、不适应，说不定我们应该由此感谢美国。因为是美国让我们认清了中国存在的种种的缺陷和不足，是美国施压让我们对改进克服这些不足产生了极大的动能，是美国让我们清醒，让我们冷静，是美国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应该主要聚焦在自我改进、自我提高、自我发展上。我们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内的各种突出问题，这些问题有的是长期的、深层次的，甚至是结构性的。这里啊，有两小点。我们一定要认清和确认，那就是第一点，国际间的竞争，尤其是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竞争，内忧不除，外患难解。第二点，我们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，
尤其是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竞争中，我们必须要仰外必先安内。当下呀，以国府的愚昧和胡思乱想，认为今后十年是中国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关键时刻。我们总设计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意味深长地指出，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，先经济体制改革，后政治体制改革。党中央也一再地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，当然这也包括最重要最敏感最困难的政治改革。政治进步是根本进步，政治发达是根本发达，政治繁荣是根本繁荣，政治文明是根本文明。当年我们甲午战争失败，大清并不是败在经济上，也不是败在军事上，它实质是败在政治上。大清的政治远远落后日本的政治，这是导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。政治发达呀，它涉及到以下四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涉及到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定义、怎么实现的问题。在党的二十大提出来，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。中国式的现代化究竟怎么去界定？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？中国式的现代化首先是政治的现代化。什么是政治现代化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它是一个全面的复兴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复兴。这个复兴一定要用先进的政治做保障，用文化的繁荣做支撑，没有先进的政治就难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。涉及到第三个问题，涉及到在中美竞争中，中国能否获得更大更多的竞争优势。第四，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，能否长治久安。因此在今后的五到十年，我愚昧的理解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下四个方面的改进、落实、贯彻、推动。第一个方面的改进、贯彻、落实、推动，就是怎么建立人民至上的机制性的保障。在党的二十大上，全国党代会第一次提出人民至上这个概念。人民至上，它不能是一个空洞的政治语言，它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机制和方法。如何构建这个方法，是我们非常紧迫的一个任务。第二，如何推动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系统的机制化建设，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来的工作目标，要构建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系统性的、机制性的建设。第三，我们要解决大党独有问题的清醒和坚定，那么必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，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，如何去依靠民众的力量，
依靠民众的参与来实现我们大党独有问题的解决和克服。第四个，如何实施党的自我革命，这第二个答案我们怎么去实施，如何去推动机制化的法治化的党的自我革命。历史啊，把这四个问题就摆在了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面前。人民在期待，历史在期待，千万千万不要向俄罗斯学习，千万千万不要犯俄罗斯那样的错误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要么是历史的伟人，要么是历史的罪人，就在一念之间。我希望国家兴旺，民族繁荣，希望在中美竞争中，我们能够抵住各种压力，突破各种险关，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。